今天再开一个榴莲，现在榴莲便宜得上劲儿吃。哦，这个榴莲是花了163买的。呼，要抓住，看，没有。啊，这，哇，哦，不错不错 ，very good。 这还有，你吃不吃？不吃，我怕吃不完，还别甜。 妈妈，这是啥？这话筒坏是吗？嗯。好。嗯。这点臭不臭？不错。不臭。啊。这些吃不错。 你臭不？你妈香！啥？你吃榴莲香？嗯，对，香，香臭香臭的。还有，在这里面呢，这。嗯，里面还有呢。嗯。 它有点宽，大宽。嗯。嗯。那个弧小，上次买的那个小的弧大，那个弧小，扁扁的，不是那种圆鼓圆鼓的。嗯，你说啥来啥，这个弧就大了。 这个？嗯，不大吗？大不大？榴莲炖粥好喝吗？还是说有那个油炸榴莲炒榴莲？哎，哪有榴莲汤？榴莲汤？啊。你喝过？你要喝吗？不想。是烤了以后。 烤了之后，就又化的时候就又蒸了呀。哪呀？你喝过吗？我不敢尝试。啊，是啊。我怕中毒。<笑>我也怕中毒。你也怕？我怕过敏。你怕什么？过敏呀。过敏？嗯。你会过敏吗？嗯。剩下的然后留着。 放冰箱，明天再吃。拜拜，拜拜呀。